中安大桥。你看，你看你啦，你看，你看，阳光运动公园，蛮花哎、欸，那、欸、车窗好脏哦，你这个什么司机、啊？坐在车子发呆第一名。哇 ，baby， 你看高级云哎、欸，主人，你看高级云哎、欸，蛮花哎、欸，那、欸。好啦，那今天换你来导览新竹啊，谁闪不行？谁？哪有这一段而已呀、啊？达官镇、阳光桥、汤泉。其实它这个有点像是那种钢构钢架的轻钢架的，所以台风的时候你会感觉那座桥好像会晃，就是苏迪的台风的时候有没有？那新店溪的水流量流速不是也很大吗？还是冲刷？所以它台风的时候阳光桥是封闭的。那乌来南市桥是因为桥面太低，可是没有安全疑虑，所以这种桥哈、啊，都是台风的时候是要封闭的。像五羊风速太快的时候也是要封闭。大落的天，默默的。哎，这样 YouTube 会不会抓到我的声音？公车捷运的声音啊，它也都会被我被标示啊，真讨厌。那我唱歌嘞，我的歌声有版权吗？还是说它这个歌的歌词旋律是有？哦，有啊有啊，我昨天在阳金八烟等公车的时候有看到。不过他后，他左右的辅助轮是另外加的，因为有的女生想要骑重机，他们就会这样前靠后靠。哇靠！我的靠！唉，哇！新店溪蛮宽呢，现在就有人在跑步了，对吧？现在秋高气爽，跑步运动、骑车最适合。